样的，和舍友来个舌吻。我室友他们都有了，他们都有女朋友的，不能。哎呀，他跟你舌吻又没什么事儿，对吧？我到时候当第三者了。你当第三者没事啊？他们都说舍友是吻室友啊，都说舌吻啊。弹鸡鸡？难道你想弹鸡鸡吗？难道你想我现在弹鸡室友鸡里面，吗？这里爆炸了哎呀，舌吻不会怀孕了。他们都说我舌不会吻，舌吻啊。他说不行啊，他说不行啊。我点视频就好了，不要舌吻，我舌吻到嘴上。那你就亲一下他嘴巴吧，你就亲亲他谁嘴嘴巴？巴亲2秒吧，亲2、3秒就行了。我亲谁嘴巴？室友亲你吗？室友啊，小三过来！他室友叫小三，叫他过来啊，要他过来，就跟他亲3秒就行了，你们觉得呢？他说那亲一就下就亲好了，是吧？2秒呀，都退一步了，亲两秒，没有就行了。那他亲一下就好了，好吧？亲2秒，小三过来吧，亲过一来秒就过来，可以了。过来过来，亲两秒吧，亲两秒吧，我都出我我，你看我都出汗了。快一点叫他过来啊，不然那些水友们又想到更厉害的东西了，快点把这个完成了。啊，室友过来，过来。要不要这里退来，场？这里来一个，我这个你们上一下镜吗？我来，没看到他的头在哪儿？他清照了吗？他是清照，他没清到啊！他怎么会没到心到啊？现在没有，有没有清到？没有，他们都说没有。我都要去刷牙了，还没听到。他们都说没有啊，没他们有。能看到吗？你看，他们都听说到没有了。啊，好远的距离，你们装也装得像一点嘛。哪有装？真的听到了，听了2次了，我要刷牙了。他真的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行，算他过安六吧，算他过安六。没有擦嘴巴吗？让你伸出舌头啊！算他过安六又不是吧。舌吻。去刷牙。行，那就算你过吧，算你过吧。再玩一把吗？你不要去刷牙，玩2把吧。多玩两把吧。又再亲一次的躺着吧。玩两把。要我过了吧？我不想。你选双数还是选单数呀？水友们，他说你怎么这么喜欢看男的亲嘴？谁说的？我喜欢看男的吹套套，好吗？那你寄一个套套过来。你说停就停，快点！我已经开了这个东西了。选双数还是选单数啊？不是一人一把吗？我给机会给别人好吗？我不想红了。真的吗？他说要换人啊，换对不换啊，啊？换。行，那就换吧，那换一个吧。好。挂了你的啊。他怕了，他要换。换吧，换吧。这一个就是刚刚我抽到的那个。我以为我可以，是刚刚抽到的他，能赢主播的上，你们别这样好吗？哎呀，现在你们帮我看一下我的女朋友店吧，你们都去看一下吧，还有那个外设店，底下有一链接呀，你们去看一下。
买了我女朋友的都可以来玩，买了女朋友的都可以来玩啊！走过的路过不要错过呀！这个人不接我视频，那就接另外一个吧。我的狗的好卡啊！你好，喂，哎，你好，等一下，你视频在哪呢？我怎么看不到了？哦，我那个手机没有前置摄像头，不是我开的东西太多了，不知道你去哪儿了。哦，